欢迎大家收睇天下开心外加冲未啦，智力大测试嘅第二集，继续有呢盒魔法会啊！哇，有胶纸喎！哇，佢入边原来涉及咗啲都几高级嘅魔术道具。呢边嘅开一下。哦，好，唔该。嗱，第一样咧，我觉得系几啱 Tina 玩。呢两只系咩？知唔知 Tina？ 狐狸嘛。狐狸好狡猾噶嘛，系嘛？呢边大只啲，呢只大只啲，但其实唔系，我同你讲，呢只大只啲，将张摆到嘅时候，你发现啦，然后呢只咧系会大只过嗰只。咦？系冇神奇啊？我问多一次啲啊，问多一次。吓？哦。呢只狐狸边只大只啲啊？呢只咯。其实呢只咧，依家会细只咗，见唔见到？你知点解？上面长过下面嘛，嗰张嘢。哦，即系你话嗰只狐狸个下边个长度唔够长。OK， 咁我就攞呢副牌同你变魔术。Tina， 呢副牌，咁我哋见到啦，呢副牌入边啦，我哋每一只啦都系唔一样啦，系嘛？嗯。就啲牌咁跌落嚟嘅时候，我想你随便个地方嗌停。嗯。OK。停。我唔会试啊，通常你就嗌停啦。我都不会停。又是你的 Q 啊。停。OK， 拿你牌出来。记住它给埋镜头看，不要给我看。OK， 记住。得未 ?OK。很多人以为我们魔术师变魔术一定用魔术啤牌、道具牌、记号牌。但我想说我家聪在这里保证。我变的魔术绝对不会这些道具牌、魔术牌、记号牌。所以看到面头是没有任何记号。是吧，见不见到？嗯。是吧，那不单止我知道你想什么，其实后面都是没有任何记号的。你看到前後都沒有記號，所以我是不會知道你派什麼牌，是吧？我要做一些比較高難度一點的魔術。看著我把這隻牌，你的牌是紅心八，這張紅心八其實就代表著我，代表著我。嗯。那其實剛你碰完之後，我和你已經產生了連結。那我現在要將我，你是一張牌來的。是，我要將我放在我副牌中間的。那你看到，每一隻都不一樣。依家喺呢茫茫人海入边，究竟我能唔能够同你再次相遇咧？我想你伸起你一只食指，系啦，然后我咧咁样跌啲牌落嚟时候咧，我想你揾个机会将你食指插入嚟，啊，大啲都得嘅，我唔怕，我好实得力嘅，嚟啊，我俾镜头睇住，诶，系咪呢度？暗落去，暗落去，暗落去，天啊！喺呢茫茫人海入边，你就拣咗一只牌，而呢只牌。會唔會咁啱就係我咧 ？Oh my God！ 有事常出現嘅。喺呢六隻牌入邊咧，隨便記住一隻，然後我就去派我嘅助手出嚟咧，將你其中一隻牌咧，將你記住嘅牌咧攞走佢。我嘅助手係只兔仔嚟嘅，佢攞走咗你嘅牌。咁呢只兔仔並唔係普通嘅兔仔，佢係能夠啦輕易咁樣避開敵人嘅劍印嘅兔仔，簡稱避印兔。好啦，佢攞走你的牌之後啦，咁咧應該係得翻五隻牌。咁我想话你呢只牌系咪已经俾佢攞走咗？俾我呢个避孕套攞走咗。咁我呢个其实几得意，个谂法几得意嘅。系啦，咁我哋再下一个，你有冇啲想试下？大嘅盒仔，一个大盒，一个细嘅盒仔，同埋一个骰仔。O K。咁咧就要嗰一位现场观众啦。系咪我啊？系啊，系你。哇！我中意睇魔术噶。呢个三，摆个三落去。三啊，然后得啦。我听到啊，哦，唔怕。跟住咧，佢就要揾佢个朋友帮手，就同叫佢讲出佢上面嗰个。即系佢会讲出嚟啊？系啦，系。我嚟佢讲。嗯，我知啦。系咪五？头先仲喺度话三。呢一个魔术咧，就系一个圆满嘅宝盒，入边咧就有个神仙嘅，佢咧系咩啊？神仙啦 ，imagine 下啦。哦 ，OK。你咧就要摆你个愿望入去。我愿望就系好简单，我要发达，我要发达。咁你点样跟住？对接，然后摆入去。哦，唔使摆千祈福嗰啲系嘛？唔使。OK， 跟住咧？跟住咧，你就要
許願。許願。叩頭。叩頭。係。神啊，我要發達啦，嚟啦！我希望聽日就可以退休啊，神。得唔得啊？嗯。跟住咧。跟住咧就可以。我 feel 唔到我有錢嘅，就去 check 户口定係咩咯？好 check 下。咁咧呢個時候咧。冇信息喎。我哋就可以睇下佢個願望究竟可唔可以。好緊張啊！神會俾啲咩回覆我咧？得得。佢老尾佢搣爛咗啲紙喎。唔緊要嘅。神係咁唔環保嘅咩？呢個魔術咧就叫人唔好咁多幻想啦。黐線！你唔識高科技？屌你老尾碎紙機！呢個係碎紙機啊！呢個盒打開嘅時候咧有三個窿。跟住咧就要擺三個人仔入去嘅。OK， 嗱將三個人仔就塞咗落呢三個窿入邊。嗯。跟住之後咧，佢就要摺一張紙。嗯，呢張紙咧係要擺喺呢個。我檢查下㗎。檢查下。喂，羊啊，屈到啦。驚咩啫？跟住咧就要擺張紙喺中間合埋佢。咁之後咧，佢有三支鉛筆俾我哋嘅，就要穿過三個窿。跟住可唔可以打開睇下？嘟嘟嘟嘟嘟！我同你講，跟住呢個非常之犀利。呢、這個男士咧一定要買，我同你講，因為平時啲私己錢啦，我哋覺得唔知擺邊度先安全啊嘛嚇，擺喺電腦下邊可能俾人偷走，所以你需要呢個盒。天啊，有冇張銀紙喺正面？各位觀眾，你假設呢一張就係你辛辛苦苦、含辛茹苦儲翻嚟私己錢，然後我將佢擺喺呢個位置度。嗱我啲嚇，擺呢個位置度。然後當你老婆問你攞家用嘅時候，佢話點啊？你呢排冇錢啊？你同佢講冇啊，我都窮啊，老婆呢排我都唔掂啊，我想問你攞翻錢啊，係嘛？跟住老婆走咗嘅時候，我只需要噔噔，佢又出翻嚟。呢個盒收埋私己錢必備嘅，嗱不過咧唔好俾你女朋友睇呢條片，佢睇到嘅話咧，咁佢就知道你啲私己錢嗰啲嘢啦。我嘅都係我嘅。一張廿蚊，邊個魔術俾你好嘛？好啊。咦？呢廿蚊係邊個俾我嘅？我咯。你啊？係。大家聽到啦，張廿蚊係天娜俾我嘅。頂。佢認咗啦，多謝你。好啦，今日嘅開箱到呢度啦。咁多謝曬，拜拜。喂，俾翻我啊！俾咩翻嚟啫？拜拜。噔噔，聽聽咯。一個聲音有名，一個叫你，一個叫我。又係呢個 Q 啊！你中意你中意我？我中意我。你中意我啊？係啊。多謝。跟住，天娜呢個全身最快魔術望住我星星，就呢度快手度，然後將呢個俾你揸住，揸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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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俾翻手指我，俾翻手指，俾翻手指我，望住。跟住落嚟，我將我呢、這個，我呢個你定我？我。我咁你呢個係你啊嘛？睇住，我將我攞出嚟，可能你見唔到，但係一二三，飛我到嘛？飛咗呢度，唔單止咁樣，最冷嘅嚟啦。然後我將你嗰個攞過嚟，再擺翻你到嘛？各位觀眾，一二三，哇！搞完咗位置啊！